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呢，希望呢，真的有机会要常来高雄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哦，还有人没签，是不是？哦，这里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哎，那个，你要大家那个续航力啊。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要再问最后一次了，我要被让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可以帮我拍几张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又要到台前来了。好，这个最后有没有一些感谢的话要跟歌迷朋友说？非常感谢，你们从我知道，刚刚有很多人跟我说几句，那很多都支持很久的，对，所以非常感谢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非常感谢你们一直都有听专辑，然后来看音乐会。那么也希望，反正如果1月27号来不到的朋友，那下次有机会再见了。谢谢。我们还有一张没签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又要打断你一下。来来来，赶快上来。好，来。你们是故意用这招拖延他在这里的时间吧？真的假的？因为他们想要跟你在这里站一会儿，对对对，那我们不如就坐着聊一聊吧。反正我也想要拖延他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好像没有了。对，应该是没有了，应该没有吧？不会忽然又有人了哈。那我们不如再到台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这样他们也比较好拍啊。好。好，这个刚才讲完了吗？刚才基本讲应该是讲完了，我就好，我讲好了。哦，谢谢。1月27号呢，一定要记得买门票去听音乐会，因为保证精彩，对不对？而且当天呢，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演出了。27啊？对，27。不能买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卖完了。对对。哎，卖完了，都不跟我说一下，卖完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就看着办啊，接下来的日子就看着办啊。对。对对对，那有买门票的，对啊，说不定之后有机会可以来高雄表演。对啊，希望可以来。来高雄。是吧？好，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我往那边我申请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唱片公司在那边。好好好，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方大同来到高雄跟大家见面，祝福你唱片销售长虹，然后呢音乐会一切顺利。我这样很像在告白，有没有？那谢谢，希望下次再见。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方大同，拜拜，拜拜。